早晨啊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大運哥出發咧，就真係處女首航啦，就係去中山海雅繽紛城參觀。當然啦，未去之前，我已經做足功夫噶啦。而家我就喺呢個東鐵線直往落馬洲方向，我估計由金鐘坐到尾咧都要45分鐘。之後咧，再同大家作實地報導。Hello。今日咧係我哋兩天一夜中山海雅繽紛城嘅團，啱啱咧就 check in 咗麗豐酒店，先同大家介紹麗豐酒店啊！咁一入到嚟咧，一切都係好電子化噶啦，其實間酒店房間都唔細噶。咁而家大家望到啦，控制住嗰啲燈啊、浴室啊都 OK 噶。咁亦都有洗頭水啊、護髮素啊、沖涼液啊，全部都齊曬。咁大運哥咧就已經同大運嫂咧就 check in 一間咧就係雙床房，你睇下張牀有幾大張，其實瞓四個人都得啊。咁至於咧大家咧擔心插電咧喺國內咧係唔係用我哋英式嗰啲插頭嘅，但係佢都有 USB 嘅位置咧預咗俾大家嘅。咁房間因為張牀咁大咧，所以顯得咧條走廊係有少少窄嘅。咁佢好特別嘅喎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原來喺呢個台嘅下邊角落頭咧，有一個咧係殺菌機、空氣清新機都喺入邊嘅。咁呢間酒店咧，亦都有佢嘅幾 OK size 嘅電視啦。咁啊，仲有就係消毒櫃啊，等下大運嫂影俾大家睇睇，有個消毒櫃都比較特別啲。喺國內咧，原來好中意咧就係消毒。咁至於呢個酒店，亦都會有提供咧拖鞋啦，同埋風筒嘅嚇。咁大家咧，其實真係冇咩需要咧。如果嚟呢度玩兩日一夜要住宿咧，我覺得要有嘅嘢都齊曬噶啦。好啦，我哋要落去行街街啦。我哋咧係專門咧就係做翻咁香港人咧，佢哋係想喺大陸呢邊製業，咁係可以把香港嘅錢咁樣直接轉到我哋銀行，然後我哋打到開發商呢邊，你哋就可以喺大陸呢邊就可以買房噶啦。咁之後咧，如果你哋以後想把個房賣咗出去，再把錢再轉翻香港咧，都可以經過我哋銀行就可以做到，當日就可以轉到過去。